天时暑热，女演员化行妆拍剧真系好辛苦噶。好似呢一晚咁，我就见到陈敏之同森美一齐拍剧，虽然就已经系夜晚噶啦，但拍摄用嘅射灯射到架车好似焗桑拿咁，为免个妆热到融，敏之一停机就频频补粉，森美仲要笑佢系补妆王，你啊真系明白女人之苦啊！